早安呐、啊，早安呐、啊！今天我们的 V L O G 是没有目的的骑车，结果骑到中央公园，还有骑到超级特别的猫咪咖啡店哦。你们猜猜，这次的 V L O G 还有下雨吗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哇，好漂亮的灯哦！老板偷学武功秘籍，你知道吗？在三秒钟之后就要被消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再不是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三秒钟之后这画面就不见了。三、二、一。这是树的。应该不是，已经要消灭了。这样子它不就回来了？对哈、哦。怎么办？没有办法。要让它活久一点了。哇，这个冬瓜茶有阿布维的味道，来介绍吧。这个是山东大馒头。才不是，要这个。这个是，这里面这个是什么？蟹黄大馒头。蟹黄大馒头不是，这个是。然后这个是大阪烧。你不要乱讲啊，我真的回去又不知道这是什么。这个是那个大阪烧，不然呢？算了，去了。哇！那边不就有红葱头？没有。是吗？哦，我要用下巴对焦了。会。对焦匕首，吃一口。这个是贡丸。哎，还没对焦你就拿走。这个是香菇贡丸。哦，香呢。哇，吃完了。是我们去钓虾、啊。你去哪里钓虾、啊？这边就有个钓虾场啊，你没有看到？认真的吗？可是我不会钓虾的。会不会？我、哦、上次我跟你讲，我上次把那个就是我哥哥带我去钓虾，然后把虾子一拉太用力，然后就虾子飞到人家的那个电灯管，那个天花板的电灯管，因为太大力了。也太长了，啊、然后嘞？然后就虾子就没有啦。啊，他在那边待一辈子了。对、啊。真的找了三年来耶，人家还在施工，我们就来了。到底要拍什么？右边那边，你看右边那边。右边这里。右边是还有啦。然后左边。荒谬。你干嘛这样大？哦，这里好压迫。人家开放是这里，我刚刚跑去哪里干嘛用的、啊？关光的吗？关人的。那你需要被关在里面？你如果乱丢垃圾，就被丢到里面。再进去吗、欸？这里好像可以去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们要从哪边进去啊？哦天，爬楼梯好累哦。到了。哇，这个公园超级大的，大到我们都迷路了。这里是哪里？
的路灯还有椅子。哇，和鹿手牵手散步，嘿嘿嘿。我们路过发现了一家咖啡店，里面有三只猫咪。哇，第一次看到这么小的小猫咪，它真的好小哦。鹿说登登曾经也这么小只过，但那就只是曾经。哇，不小心偷看到上厕所的画面了，回到鹿的旁边继续写我的手照。原来别人家的猫咪讨饭吃也会喵喵喵的叫。Thank you.